喜欢喝水，竟让病患发干人黑掉。像那个阿嬷，她就是因为不喜欢喝水，那有时候因为这样子的话，常常血液就怎样，就狭窄，然后就阻塞了。然后他就中风了，但是后来他还是留下一个后遗症哦。他后来有一次晚上住院的时候，突然之间他血氧浓度掉很低，掉到40几，然后整个人都发汗，都黑掉。他每个晚上只要睡觉，他氧气浓度就掉下来。好啊，所以他只能依赖呼吸器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